娘娘，苏阁主托我带话给你，不要再跟皇上斗气，就给他认个错，他定会原谅你。皇上近日要去盘山巡查，苏阁主的意思是你去求皇上携你同往，苏阁主彼时也会在天津。娘娘明白了吗？皇上又去盘山做什么？娘娘难道不明白？皇上驾到！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最近好吗？怎么还在生朕的气啊？话也不说。臣妾请皇上恕罪，臣妾不该顶撞皇上，臣妾更不该私放侵犯，惹怒皇上。臣妾知错了，请皇上念及臣妾往日对皇上的好，就赦免臣妾吧。臣妾日后定当洗心改过，一定不负皇上对臣妾的恩宠。起来吧。哎呀，来来来，起来。你呀，知错能改，朕已经原谅你了。多谢皇上。让朕好好看看。哎，你看看你，好一副梨花带雨、玉容寂寞的模样。你看，啊，朕不是陪在你身边吗？笑一个，这就对了。朕万机缠身，心里疲惫，你该体谅一下朕。这不，过几天。朕又要出宫巡查了。皇上要去哪儿啊？盘山。去盘山啊？嗯。皇上可否带臣妾伴驾前往？那可得容朕好好的想一想，看你乖不乖了。皇上，能同皇上往盘山，那可是就地重游啊，对臣妾而言是最开心的事了。而且啊，有臣妾的陪侍照料也比较安心，万一皇上来了兴致的话，咱们两个也可以一起放风筝啊。放风筝？好吧，但是你要记住了，这一次放风筝可别放丢了。你呀，让朕香一个。参见皇上。徐先生呢？回皇上，徐先生在房间画画呢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徐先生，徐先生，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这是怎么了？这里一片狼藉，他一个文弱书生，糟了，
他一定是被人劫走了。皇上不必着急，徐先生他吉人自有天相，应该没事。走，这里不安全，咱们去前面的天成寺。皇上，啊，大师，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本院乃清净之地，不便男女通俗，望皇上。我明白的。贫僧告退。大师慢走。皇上，那您好好歇着。明儿一早，臣妾再来服侍您。嗯，好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皇上还没起来？还没有动静。皇上，皇上。竟然睡得这么沉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快把门撞开。是。皇上呢？你蒙住了朕的眼，却蒙骗不了朕的心。你敢将朕劫持到明月会，你真要与大清作对到底吗？说，找朕什么事？罪臣为求与皇上一谈，不得不出此下策，还望皇上恕罪。哦，态度还挺诚恳的。你不会告诉朕，你把朕带到这里来是想归顺于朝廷吧？皇上，你想错了。我要跟皇上谈的不是归顺，而是让您开创新朝。皇上，您的秘密我早就知道。哦，朕有一千个秘密，你知道是哪一个呀？皇上不是满人，而是汉人。所以才在宫里摆着陈家的灵位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不仅知道皇上的秘密，还知道皇上是难得的明君，文治武功可比秦皇汉武。我还指望您负了咱们汉人江山，将满人赶出关外，到时您就是咱们汉人的开国宗主，丰功伟绩必万古流传。汉人的江山，对，到时候只要皇上振臂一呼，天下汉人必呼应者云集，将鞑子赶出中原指日可待。到时皇上就与唐宗宋祖齐名，岂不光荣伟大？朕看你是疯了吧。皇上若想会有人来这儿救您，就别动这个心思了。此处十分机密，无论是谁也找不到的。此事太过重大，朕要好好想一想。好啊，还请皇上尽快做出决断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竟然把皇上给弄丢了！娘娘，您不要惊慌。皇上洪福齐天，断不会有事的。说得轻巧。万一皇上
万一皇上有个好歹的话，来人啊，请你们阁主过来。来人呐，朕有话要跟他说。皇上，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啊？皇什么上啊，皇上也是人，赶紧弄点吃的来。朕什么都答应你。好啊，早就给您准备了盛宴。大哥，你说，如果夫妻两个相亲相爱，一起牵手变老，岂不是很好？那是自然，就跟我爹娘一样。我爹娘十分恩爱，两个人从来没有拌过嘴。记得有一年爹爹的寿日，娘亲手为他缝制了一个金线荷包，爹始终带在身上，从不丢手，直到清兵抓走了我爹，荷包也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你还记得你爹娘的事情，可是我爹娘死得早，从前什么样子我全都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义父待我的情谊。他们杀了你的父母，你变成了孤儿，所以你心里一直痛恨他们。即便是爱上了他，你也不能去爱。皇上，皇上，哎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哎呀，皇上，这些天哪，皇太后一直逼问着老奴您的下落。听到消息说您在天成寺被人劫持了，皇太后急得不行。您要是再晚一天不露面，太后就要下旨发兵。发兵干什么？找您呐。朕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这不完好无损的回来了吗？你去告诉皇额娘，让她别瞎操心。你说朕回来了，安全回到养心殿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赶紧去让人给朕守好门，朕要休息，朕旅途劳累，谁都不许来打搅。这。奴才叩见太后，不知太后传唤奴才有何吩咐？苏公公，免礼。谢太后。苏公公，可有皇上的消息？回太后，皇上已经回宫，现正在养心殿歇着呢。回来了？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赶快来禀告哀家？皇上刚刚回来，就让奴才来告诉太后，说他一切安好，请太后放宽心。这皇上也真是什么事都爱胡闹，哀家怎么放得下心呀？听说他去天成寺这几日可是给人家劫持了去。回太后，老奴不太清楚，只是见皇上安然无恙地回来了，倒也不像是被劫持的。不管怎么说，皇上平安回来了就好。苏公公，哀家有一事要问你。太后请讲。你在先帝身边待了这么多年，
你应该知道陈世官和美莲英这两个人。奴才知道。他们现在身在何处？回太后，奴才听过两种说法，一种说陈世官离京后和梅氏去了海宁老家隐居，另一种说法是有人看见梅氏在山东临沂出没。你现在就带人去找他们，假如找到了，就把他们带得远远的，不要让皇上知道。此事事关大清的江山社稷，一定要办得机密仔细。奴才明白。参见皇上。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让先生藏身此地，委屈了。啊，哪里，皇上神机妙算，将草民秘密接到此处，连亲王和明月会做梦也想不到。也辛苦你们了。为皇上办事，粉身碎骨都不怕，这些算什么呀？皇上担心徐先生安危，设下这条苦肉计，奴婢倒是开心得很。等等等等等，走吧。咱们今天聚在一起，不是真的为了好玩啊。那连亲王和明月会蠢蠢欲动，那咱们就陪他们好好的、认认真真的演这场戏。只要连亲王上了套，这连环计就成功了一半。你说的没错，可是皇上被明月会抓了去，这样也太冒险了。是啊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那可比天塌地陷还严重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如果说朕连这点场面都控制不住的话，那还混什么？那个苏千珏自以为自己足智多谋，神机妙算，料事如神，算无一策，策无一算，卓尔不群，出类拔萃，其实只是个怀才不遇的窝囊废。嘿，爷，您说话还挺押韵的。必须的。爷，慧珠真是崇拜的五体投地呀。真的吗？嗯。可是景妃娘娘怎么办呢？放心，她的心全在朕的手心。皇太后驾到。下一步全靠你了，我先走，小心。啊，参见太后娘娘。免礼。谢太后。皇上呢？在干什么？回太后，皇上在睡觉呢。睡觉？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开门，哀家要见皇上。这。嘿，你这孩子，从哪儿又冒出来了？额娘，儿臣从盘山到京城，一路上旅途辛苦劳顿之极啊，所以才躺下歇了一会儿。不是胡闹就是偷懒啊。嗯，你们都出去，哀家有事跟皇上说。听说你遭遇歹人劫持，快过来给额娘看看有没有受伤。额娘，您真的不用替儿臣担心，儿臣身边高手如云，儿臣逗他们玩呢。逗他们玩？嗯，那你失踪了这么多天都去哪儿了？快跟额娘说说。哎，额娘，大事也好，小事也罢，反正儿臣没事。你失踪这么多天，额娘就担心这么多天，还说没事儿。对于额娘来讲，那就是坏事儿。弘历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不能整天都游戏人生，你要好好想一想，怎么治理好咱们的大清国。儿臣知道了。儿臣谨记额娘教诲。儿臣记住了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？来，快起来。
记住额娘的话，作为一国之君，要有责任心，要为天下的子民着想，听见了没有？嗯，儿臣作为一国之君，必然要为黎民百姓着想，但儿臣作为您的儿子，心里面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皇阿玛，一个是皇额娘。又在这里耍贫嘴是不是？啊，不敢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额娘，王爷。嗯，高兄，该夜幕值班了。高武，你去歇息吧，没有精力怎么保护本王？那属下就先退下。嗯。王爷，您要的皂角。王爷，如果您要洗衣服，就让小的来做吧。不用了，你退下吧。是。哎，啊，叶大侠，辛苦你了。应该的，王爷请。就到这儿吧。精神点。是是。有刺客，有刺客，快来人呐！醒醒，快醒醒啊！怎么回事？有刺客，人呢？不知道，只看到他们两个躺在这里。先别管他们了，去通知高武，马上保护好王爷。我去追刺客。好。有没有看到刺客？没有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叶苍云呢？他去追刺客了。刺客？王爷，此密室也被刺客盯上，属下带您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王爷，不要再多说了，走吧。you
连亲王准备行动了，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宝兔有下落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不过我已经有了线索了。还等什么？我现在里外受敌，宫中已经有人开始监视我了。我要给你一件东西。什么？那宝图在密室，王爷您不怕？哼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密室里机关重重，就算是武功比叶苍云再高的，也不可能硬闯。王爷可……走，去密室看看。没少什么吧？没有。王爷，叶大侠，刺客呢？王爷，是叶某办事不力。刺客十分狡猾，一不小心让他给逃了。还有人能从叶大侠手里跑掉啊？王爷，我这就去追。别去了，反正没有丢东西。这张图拿回去给徐先生看看，应该不会有错了。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叶大侠，对了，你取了此图，连亲王有没有怀疑你？怀疑是一定的，不过不管怀疑还是不怀疑，都无所谓了。没错，不管怀疑还是不怀疑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连亲王现在在查陈石官的家眷下落，探子回报说太后已经派人去了山东，我想跟此事是有关系的。我会盯紧此事，有什么情况会马上通知你。好的，辛苦了叶大侠。哎，咱们说点别的吧，只要不谈国事就好，说点开心的啊。现在情形如此复杂，我都快喘不过气了。你是想问我甜甜的情况吧？其实他过得不太好，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成亲，心里却想着自己深爱的人。你说他能好过吗？叶大侠，你不用劝我，你是皇上，我不可能教你走任何一步，但是除了天下百姓安定，我还想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能够幸福。叶大侠，不管我是爱斯还是皇上，可是我对你对甜甜的情谊是从来都没改变过的。
你的情谊是没变，可是你的身份变了。可是我的身份不能改啊。虽然你的身份变不了，可是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做皇帝是我的命运，可是话说回来，难道你就不爱甜甜吗？你觉得你能改变吗？我改变不了自己，因为无论我怎样改变，甜甜心里爱的永远是你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是连亲王的符寿高，以我的功力根本不可能中毒，但是连亲王在符寿高里面下了慢性毒药，一开始我没有发现，可是最近运功时血脉翻涌，很难平息，我想他是想借此来控制我。没事，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我可能活不过下一个月了。叶大侠，我带你回去疗伤吧。不行，现在不能离开，一旦离开就会功亏一篑，甜甜的付出就白费了。难为你了，兄弟。我亲手做的这个荷包，大哥一定会喜欢的。谁啊？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照着这个药方去帮我抓药，快！怎么回事啊？我没事，等到一切事情完结之后，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大哥，有你陪着我，我就很幸福了。不是的，你只有跟着皇上，你才是最幸福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心里是非常爱你的。你见过皇帝？其实我一直暗中帮助他对付连亲王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帮他？对，我们反目，他追杀我，其实这都是假的，目的就是为了骗过连亲王。本不想瞒你，可是又怕连累你，所以只能这样。啊，我知道他的心里一直是爱你的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啊，大哥，大哥！甜甜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和叶大侠为我受了很多苦。为什么为了你的国家大义，所有人都要为你受苦？为什么你是满人的皇帝？为什么你不是爱死？甜甜，这里是我的天地，只有爱。放开我！江山都出
皇上，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还要去给我的相公抓药。快拿着，只有洗髓经才能救得了叶大侠。王爷，咱们派去寻找陈士官的人回来了。找到没有？被烧的陈家庄去了，陈士官的另外一个住处也去了，都没有找到。难道这陈家真的被红利灭了口？我看倒也未必，派去的人多方打听，倒也有了个确切的说法，说是陈士官已经在当年盐帮和明月会的乱战中死去了，皇上严守着这个秘密，还在宫中给陈士官立了个牌位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线索都断了。那倒未必，我们派去的人，他们在去海宁的路上碰到了另一路寻找陈士官的人。王爷，您猜这路人是谁？哎呀，还猜什么？快说。这难道是太后？王爷英明，正是太后。他们也是寻找陈士官不得，然后就转头去了山东临沂，属下已经命人跟踪。办得好，谢王爷。皇上，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，终于将叶大侠印制的图制作了出来，和您这五张拼起来，就是一张完整的图了。太好了，皇上，这下总算可以找到宝藏了。皇上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为几块破布大费周折，叶大侠也身受重毒，朕高兴不起来。皇上说的对，虽说现在拼齐了宝图，但是真的要找宝藏，没有这么简单。有什么难的呀？自古以来，有宝藏的地方就有危险，这些地方往往设有精密的机关，盗宝者一旦触动，就会有灭顶之灾。皇上，不要啊，有危险不能去啊。朕还在呢，你慌什么？大惊小怪的。你为什么不练洗髓经啊？练了才可以将你中的毒去除啊。天天，你有所不知，我身上有毒，连亲王才会信任我。若是去了毒根，他对我就要多加小心了，那我和皇上的计划也就白费了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会搭上你的命的。甜甜，你放心好了，我内功精深，此毒难得到我一时，难不到我三刻。你先帮我收好洗髓经，等骗过老贼之后，我就炼精去毒。嘘，谁？叶大侠，王爷有请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吧。好。连亲王找你什么事啊？他很有可能让我去趟山东。去山东做什么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王爷，去山东做什么事？红利的汉人父亲陈士官虽然死了，但陈士官还有个小妾叫梅良英还活着，太后正暗中派人找他。我想这梅氏与弘历的身世有莫大的关系。
这个梅氏现在人在山东。不错，本王想让你和黑虎走一趟，去会会这位老夫人，看个虚实，见机行事。王爷的吩咐，叶某在所不辞。这一生为了爱你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不惜用尽全力随你而去，风的呼吸，雨的哭泣，留在记忆里。只有我和你，我和你。有时候想不通，为何只为你心痛？我走过那么多思念的春夏秋冬，有时雨有时晴，都甘愿被你捉弄。爱上你分分钟钟，有时候真不懂，怎么能让你我错过那么多，那么多有你的梦。连梦里你的哭，都让我整夜心痛，恨不能与你紧紧相拥。这一生为了爱你，有什么